王心凌同乐队 Rubber Band 的鼓手黎曼宏黎曼日前在元朗低调举行婚礼，新任黎太连日来都不停在社交网分享和转发婚礼当日的靓相。不过网民的焦点就放在心心凌的肚上了，事关其中一张相，他用了绣花球遮住肚，另一张黎曼就从后揽住老婆，而右手就巧妙地遮住了心凌的肚，加上两个人笑到四万咁好，难免会令人联想到是不是 BB 来了。而他在回复香港零一的时候就未有否认，只是用七个字回应，两万要努力啊，哈哈。